大家好，欢迎收看《诚心诚意》，我是庄振成。这一集认识基督系列节目，我们来讲谁篡改了圣经。丹布朗是美国最著名的畅销书的作家，他的小说《达芬奇密码》自问世以来，一直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达芬奇密码》当中说，君士坦丁。 掩盖了除了新约圣经以外所有的其他的著作，只有新约正典被教会承认作为使徒们对耶稣的真实的见证。这本书当中还声称新约文献记录被君士坦丁以及尤西比乌等人改动过，而君士坦丁为什么这么做呢？是有他的阴谋的。 而君士坦丁阴谋论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他为了重塑基督，用来证明他看到基督的意象，传达出君权神授的这种迷信的思想，进而达到君士坦丁夺权的合法性。于是，四福音书。 从八十多卷的福音书当中特别挑选出来，其余大部分的福音书都遭到君士坦丁的打压，甚至焚毁这些书。丹布朗的说法引发了许多圣经学者的挞伐，但是有人提出，君士坦丁并没有在即位之初就受洗了，他并没有在当初就归入基督的名下，这个证据当作佐证。 再加上《达芬奇密码》一书的热销，带动了影视作品推波助澜。君士坦丁的圣经阴谋说大为流行。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个争议性的问题。首先，我们要从君士坦丁开始说起。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是教会历史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因为他曾经将罗马帝国的境内。 被列为非法宗教的基督教，提升为合法的宗教，并且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上面确认的三位一体的教条。但是你知道吗？君士坦丁原本是不信基督的，然而他自称有一次在他的部队前往罗马的途中，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了天空出现了异象。 这个意象也就是一个十字的光芒，上面还有字写着“靠着这个符号，你会成为胜利者”。这些字。隔天晚上，耶稣基督在君士坦丁的梦里面现身。基督指示君士坦丁要把这个天上的符号放在他部队的军旗上面。于是，公元三百一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君士坦丁向罗马进军。 并且在罗马的米尔文桥上面跟马克森提乌斯对战，最后君士坦丁打败了马克森提乌斯，于是君士坦丁成为了罗马帝国从公元三百零六年到公元三百三十七年的在位皇帝，因为他是第一位信仰基督宗教的罗马皇帝。但是丹布朗说，君士坦丁并不是真心的信仰耶稣基督的。 他只是利用了基督的信仰，而君士坦丁命令尤西比乌编纂了君士坦丁版本的圣经，这是真的吗？到底君士坦丁是不是篡改了圣经？就让本集诚心诚意认识基督系列节目，我们来探讨这个充满争议性的问题。君士坦丁在公元274年2月27日出生于罗马帝国。 上麦西亚行省的内索斯，也就是今天塞尔维亚东部的尼什，他是君士坦丁乌斯一世跟一家小旅店的女仆的私生子。君士坦丁和他的父亲共处的时间可能不长。当公元两百九十三年，君士坦丁乌斯被西部帝国的奥古斯都马克西米安任命为凯撒以后。 君士坦丁的父亲就离弃了君士坦丁的生母海伦娜，而跟马克西米安的女儿结婚。君士坦丁年轻的时候曾经为戴克里先皇帝来服役。在公元305年，戴克里先跟马克西米安双双退位，君士坦丁奔赴不列颠，跟已经身为奥古斯都的父亲会合。公元306年7月25日，君士坦丁乌斯一世去世。 他所辖的罗马军团在不列颠北部的城市埃布拉肯，永立君士坦丁成为罗马西部的奥古斯都。君士坦丁并且出兵控制了不列颠以及高卢地区。奥古斯都加列里乌斯在公元311年死后，四位奥古斯都包括了里希尼、马克森提乌斯、马克西米努斯以及君士坦丁展开了夺权的争斗。 君士坦丁联合了里希尼，反对马克森提乌斯。君士坦丁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占领了意大利。在公元312年10月28日，君士坦丁在台伯河上面的米尔文大桥附近跟马克森提乌斯决战，最后他击败了马克森提乌斯。马克森提乌斯在逃跑当中落水而死。于是，公元313年，君士坦丁。 跟李希尼在米兰会晤，两位奥古斯都都同时签署了米兰敕令，给予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合法的地位。公元三百一十三年，李希尼在小亚细亚战胜了马克西米努斯，跟君士坦丁瓜分了罗马帝国。 但是他们之间的和睦仅仅维持了一年，两个人就为了独霸罗马帝国而展开了战斗。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击败了李希尼，在李希尼的妻子向君士坦丁苦苦的哀求之下，李希尼在生命无余的保证之下投降。 然而，君士坦丁却在公元三百二十五年以阴谋叛变跟私通蛮族的罪名，将李希尼绞死。从此，君士坦丁成为了罗马帝国唯一的统治者。君士坦丁统一了罗马帝国以后，致力于加强皇帝本人的独裁权力。他废除了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制度，废除了禁卫军。 改用皇帝直接控制的宫廷亲卫队来代替他，并且降低了边疆驻军的实力。但是罗马帝国的局势混乱，迫使他任命自己的亲信作为共治者。于是，君士坦丁最初任命他的长子克里斯普斯作为凯撒，但是克里斯普斯由于受到他的继母法武斯塔的诬陷。 在三百二十六年被处死。君士坦丁不久以后也以通奸的罪名把法吾斯塔也处死了。但是他继承了戴克里先的做法，分封了法吾斯塔所生的三个儿子都成为凯撒。于是君士坦丁二世统治了西班牙、高卢以及不列颠。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统治了亚洲以及埃及。君士坦之一世。 则统治了意大利以及迦太基。在君士坦丁的时代，根据法令，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之上，手工业者被束缚于城市当中，元老被固定在元老院里面。君士坦丁彻底地执行了专制的君主制度，建造了罗马帝国。 成为军事官僚的国家，他克服了罗马帝国的经济的危机。由于专横跋扈的禁卫军被取消了，所以他用大量的蛮族的士兵加入了罗马帝国的军队。于是，君士坦丁靠着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在公元三百一十三年以及三百三十二年，分别在西部边境以及多瑙河边击退了法兰克人以及哥德人的入侵。随着罗马帝国疆域的扩大， 在罗马帝国东方的拜占庭地理位置日益显得重要，但是在君士坦丁之前的罗马帝国时代，拜占庭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自从公元324年开始，君士坦丁重建并且扩建了拜占庭，命名为新罗马，并且在公元330年。 宣布迁都拜占庭，这个新都后来作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并且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从此，这个城市开始了它辉煌的千年的历史。这是君士坦丁文字武功上面卓越的成就。接下来，我们来谈君士坦丁的信仰。 罗马帝国前期的信仰是综合了古希腊以及古罗马众多神奇的多神教，罗马人基本上是处于信仰自由的状况。在此之中，笃信一神教的基督教显得非常的另类，因为早期的基督教主要是在贫苦人当中传播的，基督徒之间平等互助、患难相续，但是他们有着明显的反抗意识。 不跟统治阶级来合作，他们也不服兵役，不敬拜罗马的旧神，因此。 基督徒多次的遭到罗马统治者的迫害，基督教会受到逼迫的情况，一直到了公元三百一十三年才有了重大的改变。因为从公元三百一十三年开始，君士坦丁接受了基督信仰，并且非常热衷协助基督宗教的发展。有许多世界最著名的教堂，就是在君士坦丁统治的期间所建成的，例如。 在伯利恒的圣诞教堂是在公元333年完成的，耶路撒冷圣母教堂是在335年祝圣成立的。君士坦丁最早期的行动之一就是颁布米兰敕令，根据这部敕令，基督教成为一种合法而且自由的宗教。仅就君士坦丁。 作为罗马帝国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所起的作用就可以使得君士坦丁在教会史册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在当时，君士坦丁并没有受洗，这引起了许多学者怀疑，君士坦丁不是真心的皈依基督信仰。再加上他依然允诺多神信仰的自由，他保证不破坏传统的神庙，他认为多神信仰是迷信。 他宣称：“就让那些受蒙蔽的人们享受和平吧，就让每个人保有内心想要的东西吧，就让谁也别折磨谁吧。”这句话似乎有效地阻止当时一些过于狂热的基督徒前去破坏传统的庆典以及罗马的神庙。君士坦丁对于基督宗派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公元325年。 君士坦丁召开了尼西亚大公会议，这也就是基督教第一次的大公会议。亚留跟亚他拿修在这个会议当中提出了相互对立的学说，重点耶稣基督拥有多少的神性，以及确认三位一体的这种学说。在圣经当中，以及第一世纪的基督徒，还有早期的教父都没有所谓的三位一体的这种教义。 属于安提阿教派的亚流认为圣子是受造物当中的第一位，但是耶稣基督不是神，也不是人，是神跟人之间的媒介。而亚历山大派则是认为独一的真神拥有三个位格，也就是圣父、圣子跟圣灵，存在于同一个本体当中。最后会议通过了尼西亚信经。 结束了这场论战，尼西亚信经成为了正统基督教的学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尼西亚大公会议的结论是支持亚他拿修的，但是亚他拿修曾经斥责君士坦丁视为敌基督。君士坦丁之后就转向支持了亚流派。然而，我们要问，君士坦丁为什么一直没有受洗呢？事实上，君士坦丁。 到临终之前，他是正式的接受亚流的洗礼。原因在于，基督教信仰发展的初期，他们认为洗礼可以洗除以前的罪过，这种思想非常的普遍。但其中对于赎罪是指着只赦免受洗以前的罪过，这种看法有非常多的分歧，但是普遍认为。 受洗以后除罪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君士坦丁才故意拖延到死前才受洗。至于他之前是不是接受了基督信仰，这已经不可考了。但即使以当时候的标准来说，君士坦丁也是一位残酷无情的人，因为他的妻子跟他的长子都是死在他的手下。 但是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君士坦丁虽然接受了基督信仰，但是他没有基督徒的精神。达芬奇密码一书当中提到了基督教的阴谋论，他写了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混杂了历史真实的部分跟小说的虚构。 这本书引发了关于基督教起源以及基督教教义主张有很多严重的质疑。受到这本小说的同名电影的影响，有一些基督徒的信仰摇摆不定，因为这些基督徒想要知道这本小说当中所写的到底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假的。而基督教会是否掩盖了真相，在二世纪由基督教的领袖。 跟异教徒所写的书信以及著作当中，都确认了新约的首卷在当时候已经广泛的运用。早在君士坦丁召开尼西亚大公会议前的两百年，马基安就列出了二十七篇新约文献当中的十一篇是确认是使徒们正宗的著作。所以，如果新约早于尼西亚大公会议两百年前就被广泛的使用， 君士坦丁怎么可能重塑或者是篡改它呢？因为当时候教会已经遍地开花，引领了数以万计的基督徒，他们都非常熟悉新约的内容。虽然官方的正点在多年以后才定稿，如今的新约的首卷在尼西亚大公会议前的两百年前就已经被视为是真实。事实上，君士坦丁在公元三百二十五年召开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当中。 根本不是为了整理圣经以及烧毁伪经这个目的的，而是为了应对亚流主义交易当中的危机。所以，君士坦丁并没有政治阴谋。但是，当当布朗断言君士坦丁通过了下令销毁被列为伪经的这个福音书，来支持反亚流阵营的论述。 丹布朗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因为在公元一九四五年，在上埃及地区的拿格马地，当地的农民发现了十三个用皮封口的陶罐，里面里面有皮革装好的莎草纸的翻页书。学者们一般认为，这批的翻页书是被附近的圣帕科米乌斯修道院的僧侣所埋藏的。 因为拥有这一批当时候被指为是异端的禁书是违法的。亚他拿修对除灭非正典经书的执着，以及在公元三百九十年迪奥多西一世所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可能导致的这些僧侣们把这些著作收藏起来。所以说，丹布朗说君士坦丁销毁了非正典的福音书，这种论述是错误的。 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提到了新约圣经是经过了七种类型的修改，其中第六种的修改是因着教义而做出的修改，也就是抄写者们删改了他们认为教义上面错误或者是不合乎基督教教义的地方，还有抄写者们添加了圣经上面的证据，用来支持某种的神学的教义。这期节目播出了以后。 网友们希望我能够提出例子来说明，以下我就来说一说。英国的艾萨克·牛顿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物理学家，有一则著名的故事是说，牛顿在受到一颗从树上掉落的苹果启发以后，就阐释出了他的万有引力的定律。牛顿不仅在物理学上面成就是划时代的，而他在神学领域。 也颇有成果。他有一篇著作叫做《两处圣经俄务历史变迁》，当中提到《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八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 这三样也都归于一。作者约翰在这里提到，为耶稣做见证的有三样，就是圣灵、水与血。牛顿指出，这句话支持三位一体的经文，是在公元一五一五年才加入到圣经当中来的。因为所有的希腊文《约翰一书》的抄本都包含了这一句，但是其他语言的圣经。 例如叙利亚文、阿拉伯文跟斯拉夫文的抄本当中，并没有这一句。牛顿进一步的指出，原本这一个原文是旁批，这句话实际上污染了拉丁文圣经，而没有这句话。 反而使得原本的经文更直白。于是他在两处注明《圣经》而物的历史变迁这篇文章当中，明确地指出新约圣经存在被篡改的经文。牛顿对于圣经经文的理解有独到的地方。以《约翰福音》为例，牛顿是这样评价《约翰福音》所描述的基督论的：当一些异端认为耶稣只是人，而另外一群异端认为。 耶稣全然是神的时候，约翰福音的作者为了让基督徒能够正确的认识耶稣，不惜大费周章的描述耶稣就是道。牛顿认为柏拉图的哲学跟亚流所描述的道是一致的，道 l o g o 是一个有智慧的存在。牛顿认为这才是约翰福音作者真正的意图。 牛顿之所以会如此深入地研究早期的基督教文献，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就是牛顿认为罗马天主教会、英国的教会跟加尔文中都曲解了圣经的经文，而误入歧途，所以必须要阅读公元四世纪以前的文献，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基督信仰。在当时候的社会当中，异端是一种。 可以被处以极刑的罪。出生于英国圣公会的家庭的牛顿，一生少有公开自己的宗教理念。他有关宗教以及炼金术的著作，在去世以后被他的亲戚们封存起来，来保护牛顿的名誉。这些作品一直到一九三九年才被他人获得，后来在一九九一年以胶片的形式公开于世。我在这里暂且不评论牛顿的神学论述。 是对还是错？我会在未来基督论的节目当中再来讨论这个议题。虽然牛顿支持亚流的论述可能有争议，但是我认为牛顿指出新约当中存在经文被篡改的事实是真实的。无独有偶的，另外一个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麦克。 在 BBC 的历史系列《基督教历史》当中，说到了一个因着基督教教义而做出修改圣经的例子。这个例子是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这段经文说：“他们就出来，坟墓那里逃跑，发抖，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文中，他们指耶稣死了三天以后，第一批来到耶稣墓穴的女信徒们。 他们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他们看到坟墓空了。马可福音在这里戛然而止，后来出现的马可福音的抄本才有了耶稣向门徒显现的记载。很明显的，这是后来加上去的。如果你手里面有圣经的话，可以查一下，在这段圣经的经文有注脚说到，有些抄本无第九到第二十节，这充分的证实了这一点。 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不同的版本，有人解释说，因为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篡改，而这样的篡改目的是为了加强耶稣复活的记载。其他还有《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一到第二十二节说：“众百姓都受了喜，耶稣也受了喜。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而有些抄本则是写的：“你是我爱子，今日我生了你。”有些经文学者普遍认为，“今日我生了你”才是真正原始的版本，因为它是直接引用了旧约诗篇的第二篇第七节这段经文说：“受高者说，我要传圣旨。” 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而“基督”这个词的原意就是“受膏者”。但是为什么这段经文后来却变成了“我喜爱你”？这是因为“我今日生了你”这句话好像是传达说，耶稣是通过受洗才变成了神的儿子，他的神性因为受洗以后。 才获得的，这并不符合主流基督教神学三位一体的信仰。三位一体的学说是说耶稣自死就存在，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段经文是直接的篡改，这是为了正统神学合理化所做的篡改。还有，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述了一个有罪的女人要被石头打死的时候。 耶稣救下他的故事。耶稣这个故事结尾留下了流芳百世的一句话：“去吧，从此不要犯罪了。”早期的约翰福音并没有这十一节的经文，圣经也有注脚证实了这一点。推测这个来源是约翰福音抄本当中的一个旁批，是抄写者们听说有这样一个故事，于是以旁批的形式写在了抄本当中。 后来抄写者们觉得这个故事很好，于是就写到了约翰福音里面。还有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四十三到第四十四节当中，描述了耶稣被捕以前祷告，大量的流汗。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祷告，汗珠如血点滴在地上。有人认为耶稣不是流汗。 而是流血，历史上面有类似现象的记载，它称为血汗，或者是血汗症。圣经在这个地方也有注脚。主流的圣经的学者们认为，这两句经文并不存在早期的抄本当中，而是后人加上去的。原因可能是证明耶稣是全然的人。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因为有一种早期的基督教派全盘否认耶稣的人性，认为耶稣肉体只是一个影子。这种说法称为幻影说。后来，这种幻影说被判为异端。为了抵制这种异端，于是这两节经文就被添加进了新约圣经当中，来证明耶稣像其他的人一样会流汗，而不是幻影。以上的证据说明了。 出于基督教教义的缘故，圣经确实经过了删改。而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说，君士坦丁透过了篡改圣经，将耶稣基督升为神的地位，因此有了三位一体的说法。这种说法又是否正确？事实上，君士坦丁。 确实是主持了公元三百二十五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亚流跟亚他拿修在会议当中展开了一场关于耶稣基督神性跟人性的论战。后来会议当中通过了尼西亚信经，结束了这场的论战。于是尼西亚信经成了基督正统的学说，这是值得注意的。但是虽然尼西亚大公会议结论是支持亚他拿修，但是亚他拿修。 斥责了君士坦丁是敌基,基督，因此君士坦丁后来转而支持了亚留。因此更证明了丹布朗这个君士坦丁阴谋论,论的论述是错误的。在公元三百三十一年，君士坦丁命令的亚历山大主教尤西比乌制作了五十本的圣经，这些圣经是要君士坦丁堡的教会来用的，因为今天的印刷术日新月异。 我们轻而易举可以拿到一本圣经，但是初代教会圣经是手抄的，因此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以及很多的金钱跟精力。所以，君士坦丁确实是制作了圣经，但是指控他篡改圣经并不正确，因为新约正典形成的关键人物不是君士坦丁，而是厄利根、尤西比乌。 以及亚他拿修等早期的教父。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确立新约正典的会议也不是君士坦丁在公元325年所召开的尼西亚大公会议，而是公元393年的西坡会议以及公元397年的迦太基会议。所以，新约圣经正典的确立的时间距离君士坦丁整整有七十二年之久。因此，君士坦丁。 根本没有篡改圣经的机会。然而，在《达芬奇密码》这本书当中，丹布朗说，君士坦丁将基督教合法化以后，利用基督信仰，动用了政治的力量，召开并且主持了尼西亚大公会议，阴谋篡改了圣经，并且将耶稣基督提升为神的地位。 因此才有了三位一体的说法，这是毫无证据的谣言。因为真正篡改圣经的是尤西比乌等早期的教父以及后来的编辑者们。最后，在节目的末了，我要再次强调的是，圣经是一本书，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三位一体神，信耶稣可以得永生。 但是信一本书不会让你上天堂，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到第四十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以上就是本集认识基督系列节目为你所介绍的。谁篡改了圣经？我们。 下次见。